李永先生他是在日治时期出生的，等于讲说他就是在台湾战后成长的第一代的艺术家了。他个人怎么样子面对一个从中国大陆带来的传统，那他怎么样去变化出一个他个人的面貌，然后呢他还要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讲说从1950年末期以后所谓的现代意识，所谓的比较有现代感的水墨的创作，那这个现代感到底又是什么？那这个也是我在构思这个整个展览的策划的时候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从他毕业时候的学校留下来的他的一件山水作品开始算起的话，那个时间是1966年，从那个时候延续到2022年年初，前后大概也有55年的时间了啊。这么漫长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讲说他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家，有时他也画人物啊，也表现一些花卉的题材。作为一个回顾展来讲，我们最后就是定调就是山水和风景这个主题来做一个整理。李一鸿先生的成长历程也算有趣，虽然是农家，父亲也在宫庙帮忙，从小就对宫庙里面的一些壁画啦或者龙柱啦什么一些这种造型的元素就相当感到兴趣，然后在初中到高中的这个两个阶段里面他也都得过水墨的这个首奖，所以当然就也鼓励了他进一步的希望继续发展水墨创作。哦，没有，这一开始就已经呢，对水墨特别敏感。原因是小时候因为多病，多病的话就是乡下就是看医生嘛。可是看医生的话呢，只有中医师。因为当时的习惯的话，都是看中医比较多。啊，中医师的话，他是习惯都是拿毛笔嘛，而且那个毛笔呢，几乎已经达到不能够使用的地步。可是他还是照样写的，我看不懂。可是呢，那个抓药的人他看得懂，微量多少多少几钱他都看得懂。从小我就开始就对毛笔的那种敏感度呢，就比其他用色彩用什么都要强了一点。因为笔墨几乎就是我们水墨画的生命，哦，所以呢，中国水墨画的话是它这样很简单的道理。画一根线条可以表现质感跟量感。我对材料是比较敏感的，因为我认为材料工具这些就是直接影响你在创作的时候，尤其在进行创作中的话那是直接可以影响到作品的那种效果。他的学习过程当然就是说跟传统的这个渊源当然就深嘛。李永先生跟江先生中间的这个师生的渊源关系算是相当的浓厚了啊，就是从他60年代末期进入师门以后，长达将近30年的时间，一方面就是亦师，一方面亦友的关系。江先生本身自己也是以山水风景为主的这种画家，李永先生从这个部分吸取了很多对传统的这个认识，就慢慢走出一个自己的道路出来。从学问，从书法，从绘画技巧，从这一方面这样子散发出来的这一些，把它一个综合体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所谓呢文人化的那种气质的表现。作为一个回顾展，我在思考上面就希望说能够把它根据传统山水的这种学习经验里面发展成一个个人的比较造景式的创作，一种跟传统渊源比较深的作品的类型来做一个整理。那另外一个路径就是它根据实景来发想的，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说李老师的摄影也非常有名气，透过镜头去看景，他的眼睛就是透过自己的目视心计这样的一个手段去做了一些比较大的调度，造景跟写景或者说想象跟再现中间发展成他的两个路径，然后同时这个两个路径里面随着时间的发展里面啊，慢慢也互相渗透啊，慢慢就是汇聚成一个他自己个人比较别开生面的一种风格路径了，你再也不会觉得他是古人的画啊，这点是蛮重要的。这个就是绿波朗啊，哇，这里我上面都有写嘛，这是迎春花，我上面都有写哪个地方哪一个地方嘛，这是桌庄嘛，来回这样子走啊，这是咸亨酒店嘛，咸亨，黎荣先生的黄山跟别人很不同啊，因为传统学习水墨的过程里面看的大概都是传统的山水，传统的山水里面只能够用想象去揣摩，心理上是期待去看到真山真景，所以这个经验对他来讲是很重要的。他的策略里面表现各种局部的景观，用一种比较小中现大的方式来呈现。那另外刚刚有讲到的这种所谓摄影感，他的作品里面也有很多的光影在里面，甚至用了好几层宣去做层叠的处理，所以他的那个黄山那种湿润感跟我们在艺术史上面所知道的啊画黄山的那种景观是非常非常不同的。黄山会让人家喜欢画的话，就是说他景随时可以照。为什么景可以随时照呢？其实你看的是一片山壁，大概呢十分钟过后的话，风一吹，云帘就散了。所以呢，它光这样子，你站在那里呢，不到一二十分钟的话，它的场景变换的话呢，就相当多，相当多。这个你只要去到黄山呢，你才能够深深体会到。画山水的话，第一个先画树嘛。因为蒲先生啊，蒲先生曾经讲树火，树把它画活了，树火三折岭。所以的话，我们一开始一下手的话，那个不管你画大的树、小的树的话，那是第一步了。面对着太平洋吧，除了松以外哈，很少有其他的杂木林，而且那个松的话，因为靠海边。所以的话，这个海风这一吹的话，它枝干的穿插这很特别。我比较深刻的是从尼泊尔下来，就是要到印度的中间那一段，那是一个古战场，我就会跟神话啦，或者是传说啦，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那种印象，余德官渡第一次话，因为常常在来这里吃饭，这里吃饭是在这里煮的，然后他们再把它端上来，所以我觉得画得很热闹，而且这里哈还有很多细节，这里有这样条纹哈，那时候故意来选这种纸张呢。因为这种砖有螺纹啊，是大概是从这个地方哈、沿途上面呢哈所看到的，这是关渡平原啊，这样，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看到
看到圆山了、黎荣先生因为在1993年以后，他的住居跟工作室就搬到了新北市的这个三芝，让人惊艳的这种北海岸的地形、跳石海岸，包括枫林石的景观，就开始把这个北海岸的这些特殊的景观就纳入，变成他开始想要发展的一个新的作品的系列。透过到处旅行，他也在到处取景，特别像东台湾的太鲁阁国家公园，像利乌溪、查卡当溪的一些特殊的岩壁，还有溪中的这些石头，也变成他特别喜欢表现的一个主题。这是在底下，底下的左手边那个地方有一个印第安酋长的那个面孔嘛，那个应该到下午的时候的话，那个地方颜色就会比较亮，就拍照的时候比较明显。上面还有一条路哈，这样子。黎荣先生对台湾的情感很深啊，那这个情感上面来讲，就是玉山行，我想是一个最高峰的一个表现啊。玉山行也是他所有长卷创作里面大概规模最大的。那2006年，他以65岁的高龄啊，就登上玉山北峰。2007年，就完成了这个玉山行这件大作。玉山，我就所以喜欢的话，是从玉山主峰下来，一直往北峰走的这一段的话，我特别喜欢这种柏树，它的姿态呢就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地方的话很迷人，很迷人。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沿着在山壁，因为这一块的话，山壁是很陡。树呢也长得很笔直哦。高山杜鹃的话，它在高山呢，蒸发会很快，为了要保留水分，所以它的叶子、花都比较宽厚。为什么你必须要到北峰呢？因为从北峰的那个天际坪那个地方的话，看主峰的时候，看玉山主峰的话，那才是真正玉山很美的。你到那个地方，你必须要看，能够看到入去啊，因为入村那个地方的位置的话，翻下去那就是花莲。哇，无啊，这种是打护稿，这种是啊，对，实景加上造景。对了，对，安尼合起来变成一个。对，雪花山迄个历史，雪花山迄个典故，安尼来组合起来。这个是画图，所以我爱安那边就安那边，不然我上面插一根牌子说再下去是石门金山。不错，自认为不错。这个展览本身当然就是我们要回顾55年的整个创作历程啊，作品刚刚讲过，从1966年一路到2022年最新的作品，把黎荣先生放在这样一个水墨艺术史发展的路径来看的时候，以古人为师的历史就被这个面对当下来取代了啊。那这个面对当下就是以台湾的实景，用一些比较新的构图的方式，比较新的景观的编造方法，把这个最真的景观带进到这个水墨的创作里面。做回顾展，
难度很高，但是这个也是他最大的趣味，也在这里。梳理的好，就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一生的创作上面呕心沥血的发展，怎么样的思考他个人，怎么样突破他个人，能不能看到艺术家个人跟大环境、时代乃至于跟历史对话的这种关系。